Hello，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啊，疫情确诊的数目越来越多，大家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维持自己的免疫力哦。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在家里的时间也比较长，所以常常会看一些 YouTube 的影片。那也不经意看到许多不可思议、很震惊的影片，想跟大家分享。那事不宜迟，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些影片。从他的眼神里面呢，看到一丝闪过一丝的阴影。以我们办案的直觉，就是说认为他应该有养小鬼这个事。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浪费了不少的国家的成本哈，讲不好听，这个叫动摇五院，你知道哈？动摇国本。要求国税局依法要撤销违法课税的处分，你们都不理，你们很大呢，法院不管，监察院不管，我们立法院也不管，你们最大。大事还是什么？你怎么称呼一下？对不对？他当时称呼我说断案的人，我是看，你说，人断不好吧？那他就他不行。他们怎么这么干？他说，就这样办，就这样子办。哇！所以说，那时候人家找我的时候，人家讲这案子有问题。对。没有人要听的。没有人要听的。所以你那时候您说就这样办，是不是要出个人跟你讲的？然后你那时候就说有问题。结果他也，后来有人找我，人家讲，是不是有问题？我们是办顺利的，你原来我们怎么看嘛？但是呢，人家讲，我说，是不是？我是你，我当时是看。我说：“你们怎么算的？他哪有汗？这是你从哪里来的？你是不是？说，那不就算吧。”然后他就说：“他说啊，这不惨，不惨。那你要怎么样？”他说：“我们是这样的。”你们要想的，这就是要说嘛，那不成，怪我，台湾人啊，找我是，他纯粹是打混，打混，你是说他找你去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就是你不管做什么，反正他写他的。配合失掉了吗？他主管，他主管，那时候十年前的案子，他主管是都分不开他。太极门被办的案子是怎样？是。80年到85年，6年，我就想，奇怪，怎么会有这种情形？原来你看，85年12月19查，他就说有逃漏多少，
85年的所得税，它必须在86年3月底以后，你才能去调查人家有没有逃漏税。人家都还没有申报，你查人家逃漏税，有这种吗？你怎么知道人家要怎么申报？所以光是年度就显然没法税法规定了，我想读法律的人都知道，那个你没有金流，你就不能给人家起诉，不能给人家那个判刑的。但是呢，太极门案85年12月19，搜查到两本存部61万，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太极门师傅有诈欺收入，换那个补习班的所得31亿。然后呢，没有证据的，我就讲说，这个写小说也不能这样推论。结果我后来看，为什么会有数字出现？我大概看就是说，61万乘以5000倍，刚好就是31亿啦。那事后的所谓证据啊，都是可以证明是假的，因为你已经有那个数据，那些侦办笔录啦，什么证人笔录啊，是什么时候做？绝对是在12月20号以后的嘛。查税的话，会有说我一拍案就知道你逃漏多少，然后他去制造证据配合的，这个东西啊，不要说是非法课税、非依法律课税。那个真的就是所谓的栽赃枉法嘞，才是61万说31亿，那这个都是凭空想象的，能够用凭空想象的东西去给人家课税处罚，那这样还要税捐机关干什么？找几个这种检察官就够了，你要收多少税就可以。那太极门这个案子课税非常清楚，确确实实是税务人员，就是税务机关、举证机关非法课税，不管是法条，不管是实体，都不是真实的，用非真实的去给人家课税处罚，绝对违反租税主法律主义。没有任何所得税实施国家，他的政府会有这种现象。看完这支影片，其实让我蛮震惊的。没想到在台湾这样法治的国家，一个检察官，侯克兰检察官，他居然可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去动摇五院，僭越职权，做了许多本来不是他职权内可以做的事情，甚至还教唆公务员配合他去做伪证，主导整个太极门假案的进行，真的是让人匪夷所思。那在小时候看一些古装的奇幻电影，里面都有一些养小鬼的情节，那看了其实让人没有很舒服，甚至有点毛骨悚然。那没想到这样的情节居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侯宽仁就凭着自己认定，我看你眼神闪过一丝阴影，一定有养小鬼，就这样用这个莫须有的罪名起诉了太极门掌门人，完完全全违反了科学办案以及证据法则的精神，真的让人贻笑大方，也让台湾的司法威信都破坏掉了。这样的臭名声也远播到了国外。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美国人权律师 Kenneth Jacobson 针对这件事情他的看法以及他的意见。 I've studied the Tai Chi Men tax case for close to 2 years. I've written an article about the Tai Chi Men tax case.I don't think I've seen more abuse of the right of due process in any situation than I have seen in the Tai Chi Men tax case. It is not due process to accuse a human being in a civilized society of raising goblins. The mere
statement of that would cause individuals and should cause individuals to question the sanity of the prosecutor. And in any court of law, such an absurd allegation would be thrown out. I think that a 20-year ordeal is a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And to delay justice for 20 years and to still not have it as we're sitting here today is, in my mind, a denial of justice. And the thing that perplexes and even disturbs me is the fact that that justice has been denied and delayed by just a few individuals. It is appalling to me that those few individuals could hijack an entire government. 从前面两支影片呢、啊，其实都可以看到侯克仁检察官所作所为都是十分不合理，都是违法的。当然，这样违法的行径也遭到我们台湾监察院进行调查，并且提出八大违法的缺失。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抽丝剥茧，究竟侯克仁检察官一连串不合理的行为有哪几项违法？我们一起来看看。侯克仁在侦办太极门案中的种种违法呢，遭到了监察院主动的提起调查。在民国1991年的时候，监察院以91院台司制第0912600349号函复调查意见，详列了侯坤仁在侦办太极门案中设有八大违法，而要求法务部对其从严就责议处。这八大违法包含了第一个，就是违反侦查不公开。因为侯坤仁在1985年12月19号率领的媒体大规模的搜索太极门全省的各处道馆，让电视台取得所谓的这个独家的新闻画面，而且在侦查期间更是持续喂养媒体资料，导致当时呢有超过400多篇的耸动连载式的报道，以及12家的电视台超过70次以上的转播报道，企图营造舆论一面倒的负面观感。侯坤仁本人他甚至上了电视台来公开谈论案件。第二个呢就是违法搜索，85年12月20号，几位太极门弟子在接受媒体访问，说明外界所指控的这些太极门的种种是有错的时候呢，结果几天后竟然遭到侯宽仁在没有犯罪证据也没有人指控的情况下违法搜索这几位弟子的家里，并且呢押往调查局去做侦讯，企图去制造所谓的寒蝉效应，让所有的人都不敢再出来为太极门说话。第三个呢就是违法冻结资产，侯宽仁在案发第四天就冻结掌门人夫妇的所有的资产，不问是否跟案件有关，他全部都冻结，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费还有子女的教育费都不留分文，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第四个呢是僭越职权，案件在起诉后呢，全案已经系属在法院管辖，但侯宽仁却僭越职权，自行发函给内政部要求去解散太极门，而且他在接受监委调查的时候呢，也自己承认他是善用自己的名义，没有经过上级主管同意，之后呢更两度发函给8个县市的政府命令解散太极门，甚至发函给台北县市的公务局，直接要求呢对太极门的道馆进行断水断电，企图彻底的瓦解太极门。第五个呢就是严重违反科学办案，侯宽仁在86年4月15号仓促的将太极门案件起诉，并且呢在起诉书中呢污指太极门养小鬼，引起舆论的哗然，而且他还公开的接受媒体访问，宣称说他用眼神来认定掌门人来养小鬼，满嘴的怪力乱神，贻笑国际。第六个就是强害司法威信，在起诉书公布的隔天，侯坤仁才在4月17号再次对太极门的4个道馆进行搜索，最后扣得了一把桃木剑，就认定了这是养小鬼的唯一证据，甚至呢当天下午呢他才首次讯问掌门人是否有养小鬼。这种先射箭再画靶的办案流程严重的违反了正当法律程序，也让台湾的司法蒙羞。更离谱的是，这把桃木剑呢自始至终侯宽仁都没有呈上法院当证物，而当案件结束之后太极门要求返还这把桃木剑的时候呢，才发现桃木剑竟然已经不翼而飞，找不到了。第七呢就是严重侵害被告的权益，从羁押掌门人隔天到公布起诉书共长达117天，侯宽仁他只征讯掌门人3次，花了29分钟询问了13句话，
而且在讯问的过程之中，侯冠仁的态度非常恶劣，不仅丢卷宗、拍桌子、大声咆哮，甚至语带恐吓。连掌门人呢要求要拿取有力的书证都被他断然拒绝，而且呢从侦查到移审，侯宽仁检察官他从来没有依法去通知掌门人委任的律师林超雄，也从来就没有告知掌门人所涉嫌的罪名跟法条。这样的侦查过程呢，当事人的防御权、诉讼权还有辩护律师的辩护权全部都被他直接剥夺了。第八呢，就是强害检察官的公正执法形象。侯宽仁未审先判，用加入自救会就可以求偿损失当作耳，公然的违法，在媒体上呼吁去成立自救会。监院调查的时候呢，侯宽仁他也承认，对于自救会成员中所谓的被害人，根本他就没有依职权调查过，也没有求证过，完全就是依自救会所提报的人数来充数，这完全是违反了他的职权应该做的作为。那更重要的是，监察院还认定起诉书跟证据资料存有汉格矛盾，据提起公诉不符证据法则，依法呢根本不能提起公诉，更不能作为课税的依据。而且呢，起诉书只是待证事项，国税局未依职权调查，仅凭起诉书来当作发单的课税的依据，根本就应该是自始无效。这样荒谬违法的起诉行为，不仅是浪费司法资源，甚至会让受害者染上一层永远抹去不掉的阴影，永远都忘不掉。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受害者现身说法以及他惨痛的经验。当年发生太极门事件的时候，您应该是只有在国小还是国中？国中，国中生而已。那案件发生之后，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抹黑跟污蔑，对你造成了那时候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记得1996年就是12月19号那一天，当天晚上的媒体大肆的宣扬说什么养小鬼啊、骗钱、诈欺，一大堆新闻。那最可怕的是，当年我才国一，那其实国中生最喜欢的时间就是中午去吃营养午餐，跟同学一起。那我印象很深刻，隔天我去学校在吃饭的时候，一坐下来，突然有个同学就说：“哎，蔡凤巧，你是不是在那个太极门跟你家人一起骗钱？”他就直接这样子讲，是。然后后续就有人每次看我都啊，那个人在养小鬼。其实我觉得这对一个国中生来讲是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伤害。后来我真的其实很怕跟我同学去吃午餐，这就是很明显的霸凌啊。对，我觉得这真的就是，而且这不只是同学之间霸凌，我觉得这根本是国家霸凌。就像刚主持人讲的，其实我最近刚当爸爸，我就在想说，如果以后有人欺负我女儿，我一定会去为她挺身而出。当然，可是那个时候，如果连媒体报纸都这样子污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跟同学讲？是，所以司法虽然是经过10年3个月判太极门三审无罪清白，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总共历经了10年7个月。到三审无罪宣布的那一天，我才能够真正的去跟我同学讲说，你看当初这个根本是假的，我们根本不是做坏事情的。但是谁在意？媒体也不报道啊。对，媒体报道到现在，我同学都还问我说，哎，你还在骗钱吗？他们算是开玩笑的，可我们还是伤害这样持续。我觉得这对人民真的太不公平了。而且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时候不只是我还听到很多跟我同年纪的师兄师姐，他们在学校甚至还有老师当场直接在课堂上当着所有同学面前说，哎，这个就是在养小鬼那个地方的这个小孩。我觉得这样子对小朋友何其伤害之大，甚至是走到便利商店去买东西都会有人说，哎，那个穿太极门衣服的很可怕，你不要靠近他。我印象很深刻哦，那时候我回家其实根本不敢跟我父母讲说我在学校遇到这样的事情。是，我回去其实我就只问我爸一句话，我就问我说，爸，我们真的是骗人养小鬼吗？那我印象很深刻，当晚我爸就只是看着我笑了一下，他说没有，媒体讲的是假的，很坚定的这样跟我说。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句话让我撑过了10年。而且重点是，虽然当年我国中生遇到这样的遭遇，但是我真的觉得我因为自己是受害人，所以我现在也想要出来为未来的媒体也好，司法界的改革去发声。因为我知道当受害人的痛苦真的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记忆。我觉得现在也是年轻人的世代，小英总统也说年轻人站出来声音要被听得到。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这边，我觉得我也是负着使命感，我觉得就是要为这样子的所有的受害人发声，让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存在。我认为太极门案件并不只是单一的个案，而是全台湾所有被司法、税法迫害的缩影。
官员们违法的行径不仅浪费司法社会资源，更是会让受害者造成他们一辈子的遗憾。这不是冤狱赔偿道歉就能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所以我们期盼国家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真正建立除错的机制，让这样违法的官员能够彻底的下台，让我们人民不用再担心会不会自己就是下一个受害者，享有以民为主法治的人权生活。谢谢大家。